给你们看两只普洱小比熊哈，这两只是我特意为山东青岛的宝妈准备的哈，它是送给孩子的。你看这只还吐着小舌头呢，它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哈，娇一只会吐着卖萌的，眼睛大的，毛量好的哈。我看这两只挺符合它的要求的，看下嘴巴都挺短的哈，不到一指宽。然后再看下背部的毛量，等一下给它视频看一下哈。天哪，都太爆了哈，体型只有一个巴掌大。来，再看个正脸，哎呀，一只比一只可爱，咱们现在给它开视频看一下。 看看你们两个把谁带走啊？哈喽，哎呀天哪，看看这是你妈妈昨天给你订的，好看不宝贝啊？我只能上来看一下，哦，挺好玩的，好看吗？明年呢？哎，赶紧接走吧，来，我给你打开看看，看一下它的嘴巴，看到没？短不短？看不到一指，看到没？那这么一看，那我好像怎么还是双眼皮呢？那只呢？这只在这边，在这，那个怎么感觉比那个大似的？嗯，不大。 你看他就行，看到没？他毛皮那个更多。嗯，那个时候你给我们晚上让他小狗放地上，我看到了。行，可以，把他俩都放地上吧。你看，移动移动的，就像他妈画的，怎么的？对，是那个。哎，他长得比较便宜一些，看到没？是吧？我在看他那个小狗呢。在那。哦，我看你，我看发言了，多好好玩啊！嗯，这个嘴巴也短，你看，看到没？ 他们两个人的那个长相，那黑色素沉淀的都挺好的，是吧？嗯，你看，真的。其实我觉得左边这个小伙长得也挺漂亮的。年龄长相的，像这种狗狗，你要是在我们家买狗狗，反正是说哪一只狗都是高品质的。宝贝，就选它吧，选它吧哈。行行行，不得不说这位宝妈真的好用心哈，直接选择了这只会吐舌卖萌的。哎呀，太有眼光了！你看孩子们萌呢。幸福去吧，宝贝。拜拜啦，拜拜。